小林玩具。哈喽，我是大天，我是默默，我是小康，我是文文。哎，他们人呢？刚才还在呢。太空漫步。对。既然大家这么喜欢户外运动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玩一个非常刺激的萌电尖叫机挑战游戏吧。好吧，那我们赶紧开始吧。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一个人一会儿蒙着眼罩听别人的声音，然后用这个踏踏踏去揍他。其余的三个人呢，脚底下会绑着尖叫鸡。没错，活动的范围只能在这个台上。是的，就这个台子上。在一分钟之内被击打次数最少的人获胜。尖叫鸡。欢迎欢迎欢迎，快来吧！开始吗？